原标题，他是周总理唯一的养子，却在基层奉献50年，从没提起和总理的关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非要说一个完美的人，那么我想非周总理莫属。他英武帅气，智慧超群，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征服了那个时代的所有人。在很多人看来，周总理的一生堪称完美，但周总理也有一样美中不足，就是没有自己的亲生骨肉。但周总理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义子，这个人就叫王树。王树跟周总理本来就有亲戚联系，王树的奶奶是周恩来的姑妈，严格来说周总理是王树表伯。那为什么会成为总理的儿子呢？原因是这样的，1939年，周总理踏着抗日硝烟回到绍兴祭祖，当时同行就有17岁王树。在祭祀归来后，周总理就去了王树的家吃饭。饭后，周总理应亲友们的要求，为大家题词留念，当给王树题写的冲过钱塘江，收住唐家湖的宣纸交到王树手上时，王树顿觉热血上涌，当时就跟周总理说要跟他去前线抗日。当时周总理望着一脸稚气的王树迟疑一下，说你年纪还小，应该继续上学，这次还不能带你出去。听了周总理这么一说，王树就难过的低下了头，眼泪溢满了眼眶。周总理不忍心见王树难过，深就亲切的安慰说，你做我的干儿子好不好？王树听到后便当场答应，并向周总理行三鞠躬礼，叫了一声干爹。周总理在应声之后为王树重新写一副题词，乘长风破万里浪，木像表侄一儿周恩来。第二天当周总理要走的时候，特意把王树叫了过来嘱咐道，你年纪还小，应该好好学习，学会独立生活，以后可以经常给我写信。自从绍兴老家一别后，王树就再也没有见过周总理。后来因日军侵袭，王树就跟随父亲到了福建。在福建读书期间，王树牢记周总理教导，坚持刻苦读书，在1945年考进上海大学。期间王树多次给周总理写信，但他却连一封回信也没收到。原来周总理不是不想念这个表侄一儿，而是考虑到如果给他回信，怕他因这层关系而影响进步。这是王树听自己的父亲所说才知道的。就这样，王树入闽50年，一直兢兢业业地在教育战线上工作。他一直牢记周总理告亲戚朋友的家规，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周恩来的关系，不要炫耀自己，他更是牢牢记在心中，一直坚持在自己的教育岗位上默默地奉献了50年。王树与周总理的这层特殊关系，直到1978年在整理有关资料时才被人们所了解。对于他有特殊关系而淡泊一生的做法，王树老人曾说，表伯离开我们30多年了，他的教诲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，这也是他从不向任何人表白这层关系的内心展示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